那你们网盘单车是这边的企业弄的，还是中国的那边？英国政府的。可以看到它那个标嘛。它有英国交通的标志。那就是属于，应该是，也不能说是政府，那也是私人，但是它规模是比较大。然后它，你新西兰你要交押金进去，就跟你们有一集一样，因为欧洲也是。哇，很麻烦那个事情。啊，忠实粉丝连每一集的。内容都记得的，我知道，跟比利时的时候那个一样。他要交押金进去才能用，不是像我们在中国那样，就扫一扫那个单次付费。然后退回押金就也比较麻烦。哦，退押金也比较麻烦。他这边之前也有那个私人公司，就像我们中国的欧风单车一样，是那样子。但是就是也流程也还是不方便。流程也是用手机付费的。不用信用卡。你怎么知道 OPPO 的？这两年才有的。我有看新闻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遇到那种的话，就可以用一下，然后也会比较方便。就是如果我们要是遇到那种私人的，就可以用。是。但是比较少吗？私人他不知道他是用什么，他可能是用那个 PayPal。可以啊，我们翅膀二级翅膀。加上我们国内的支付宝。我们开动了，哎，要不要拍照 ？PayPal 上去的话也是。要不要拍？我们现在到在那个华人街的华人的，反正就是订订菜，然后有点被那个菜单的价格惊到。基本上烤鱼，一个烤鱼要300多一份。人民币我们在对人民币300多，我们平时在家里吃也不就60块一份。这个尖椒就是100块钱是吧？我信用卡，因为我是边的，这些菜都是100多人民币一份。一个付款的，因为这个位置就是非常中心的中心，所以它房价也很高。好吧，吃吧，你们尝一下味道吧。证明我这个人。来，我尝一下味道。要不要吃点？你陪我们一起吃点嘛。没关系，我们不介意。蛮好吃的。我觉得还蛮厉害的，去隔壁买一大包薯片来吃。那更完蛋了，我明天就是躺在床上。你嗓子疼吗？有这嗓子。原来你们也会怕上火。我们来的时候就讨论，英国人每天吃这些，他们怕上火。英国还好，我以前经常上火，来英国之后。你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经常上火。我在广州的时候就经常上火，天天上火，口腔溃疡。那你天气问题呢？是。难怪广州人也很要喝凉茶什么之类的。好了，吃吧。我有个药，芥蓝什么的可以吃一点吧。还有那些炒三丝炒粉。这边看病是干嘛？看病要预约啊，预约好久了。等你看上病，全科医就好了。现在广州的打包盒都是这样吗？必胜客的打包盒一直都是这样，人人都吃得起必胜客。好吧，因为这个是可以保温是吧？但是这不是必胜客，你们忘了，这是普通的茶，中国茶。对，这可以保温，可能保存的。这种锡纸不是一般可以保温？它应该是到微波炉里放加热。对啊，可以直接放微波炉啊，才不是因为保温。但是就是很方便。我们刚才要把这个米饭打包，然后发现这个打包盒还挺好的，就看一下。我一般女孩子的帽子我是戴不了的。这个你肯定是能戴的。刚刚戴，而且很挤这里。哦，那你头还真是不小啊。嗯，我都是戴大号帽子。我记得那边有一个亭子的，镜头太大。然后我们可以先到那边去。好了，走吧。翻着风。到不到里面？哪个里面？外面冷吗？哪个里面？随便在外面。外面都很多人，啊、要尽量找那个。啊！天哪！有没有问他吗？我那个，等问一下他。往里面走呗。好啊，里面走就好了。走吧。里面人都会少一些。可以吗？我想不要可以扣扣奶茶，来扣扣奶茶，来那边那
家吗？不是，那边不是 Coco 在那边。Coco 可以做的吗？ Coco 可以做。所以你们是在推广支付宝吗？对对对，在海外。现在大家有支付宝的都帮忙扫一下。可以扫一下吗？扫啊扫啊扫啊！对，扫不给马云免费广告。哎。你们是过来旅行还是过来做节目什么的？我们是边旅行边做节目。哇！来来来，小哥扫一下，来扫一个，扫一个，都扫一扫。为什么？可以啊。现在欧洲使用支付宝的多吗？多呀。大城市，我们所以正在推广啊，这样以后中国人来这边方便。以后我觉得支付宝肯定会统一全球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。然后他还有很多代金券，像他，但是要领一个红包在身上。我已经领了，对，刚才不是15个红包吗？这里，这你是按这里领的？哦，我已经抢过了吧？这个立即领取。查看，已经 OK 了。对，但是还有，比如说你去买那个，你去 Harrods 或者去 Selfridge 买那个名牌什么的，它都是可以8.5折吗？不是，它有一些店是有折扣，然后他会送那个随机红包啊。你看他巴黎春天、戴高乐机场，然后还有那个免税店都可以打折。对他就关注支付宝，然后他会也会随机减，是不是？反正我看有支付宝的牌子，我就想支付宝。而且那个他的汇率还比银行的实时汇率低一点点。好，我看一下啊，他现在给的汇率是100英镑，然后等于894.2人民币。然后我查一下。查一下我们自己的汇率，它是根据你是什么会员，对，每个人的等级不一样。哦，是吗？是。这个你们要扫的这个就是支付宝的 APP 是吧？不是，它是送一个红包的那个。那意思就是我们也必须扫一下了。你们可以扫了得红包。哦，我现在这边查到的汇率是100英镑，然后等于89.53，就是它你这边会高。不，我们这边应该会低一点。低一点吧，因为你看的是它的中间价。不是，对，但是你买的时候不是用这个价的，你要看那个，比如说我现汇换的吗？现钞，我们现汇。现汇是可以的，但是你那个你要看那个中国银行的买入和买出，你这个怎么换成三 G 啊？是现汇买入买出还是现钞买？应该是现汇。现汇在彩票超市给你现金。哦，对呀，那是现汇嘛。好了。这样三 G 你就可以用了。哦，那等一下换回来呀。894，就是这个。你看支付宝，你是894.2，对，56是比22要高一些，所以支付宝的汇率是比这个要低一些。用什么扫呢？用支付宝。支付宝直接用支付宝扫。对。你看，它没有实名认证，它没有实名认证，所以用不了。你可以实名认证一下。扫了之后，再扫了以后，然后点一下15块的红包，你就可以用了。你想买一杯奶茶，差不多可以省15人民币。走吧，我们去喝奶茶吧。去享受一下马云爸爸送的奶茶。就是啊，现买现买现。谢谢各位帅哥美女。你们是支付宝的？我们是在这里的留学生。哎，那他们是怎么请到你们？在网上发布帖子招聘的吗？对，差不多是这样。然后那你们是按时薪计算还是按日薪？日薪。按日薪，日薪他们也给你人民币吗？没有，给英镑。给英镑。哎。现在在英国的留学生，日薪是多少？每个不同工作不一样。就比如说像你们这样的工作呢，可以拿到。其实我也是，他们是按日薪算的。我们是8小时，然后中间一个小时是休息，然后总共80镑。相当于中间一个休息，就7小时，就7小时。7小时80镑，这个算是十几磅的样子。但是这个工资是挺高的了。你一般如果去就超市里，你只差不多那个真正拿到手6点多，6点多磅一小时。小姐姐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干嘛？这个是 YouTube 上面的视频。可不可以把我的脸打码？放心，没有，你们都很漂亮，不用操心啊。不是，我是不想被曝光。没事，那就拍我吧。那我拍他。反正我脸大。那总体来讲，因为伦敦的那个学生的这个工资还是算，就是税后只有六点多镑一个小时，那不是很高啊。对，年轻人他这边扣税，就你年纪越轻，他扣的税会越多一点。不合理呀、啊！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不合理、啊。我同学就他只有5磅多。
5磅8几一小时，就很辛苦。然后我这个还真挺好的。对，没有办法，现在就是中国国力越强了，还是中国的企业有钱，真的，这个我必须实话实说，真的，中国的企业有钱，这边的工资是。怎么说？虽然有涨幅，但是特别低。那像在我们比利时，现在学生的工资应该我们是按时薪算，时薪学生的工资如果是体力劳动的话，大约是在11欧左右。如果是像做文职工作的话，大概可能10欧都不到，就这样子。而且学生他是有这个一定要办工卡，每小时不能每周打工不能超过20个小时。哎，你们这边也是每周不能超过20个小时吗？看你什么签证，一般中国留学生签证是不能超过20个小时。不能超过20个小时，对，那跟我们一样。刚才换算他这个相当于是多少欧元？他这个相当于是，80磅7小时吧。对，80磅相当于10几磅哦。这个工资很不错哦，这个工资相当的不错啊，相当的不错。好，加油！